看到一群人准备进一个山洞，带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然后我就看见了吴邪。他说汪家人的时间不多了。吴邪到底要干什么？他有没有透露过别的信息？既然你不说，那就只能跟我们走了。那兵分三路，我带着他走，你们俩各带一拨人马分头行动。是，我把身上的伤处理一下就出发。这些全是矿井。如果这里就是矿井的话，那这儿就应该是他们找到的矿源，所以在这里集中开采。派几个人下去查看。是，走。你们两个去把脚手架加固一下，让他们上来。是。
到底在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？哎，黑爷，这边也有那种铁罐子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们效率太慢了，就这些事儿，傻子都弄完了。你已经读取了蛇的费洛蒙，难道你不是无邪的人？是不是没和我说实话？我的确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。这件事也许跟你们做的事有关系，也许没有。好，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大叔，你是在跟我玩态度吗？怎么，不回答问题就杀了我？你已经展现了读取蛇的费洛蒙的能力，我当然不会杀你。但是我这个人讨厌被别人隐瞒，所以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话。如果你有任何地方欺骗我，你以后所说的话，所有的话，我都不会相信你。年纪这么小，在我面前撒谎，受过训练吧？还是人格有问题？吴邪说，你们想用我来渡费罗蒙，这是你的天赋。你们想让我跟蛇在一起待一辈子吗？在你的天赋消失以前，我要知道你看到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。做梦！赶快交代你知道的问题。看看你，你也就只能搞成这样。你想威胁我是吧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难搞的小孩，在这方面我可是年级第一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吴邪训练过，不过相比这几个月的时间，我更相信人类的天性。让你看一下我的手段。我可以从这儿开始，让你下面的部分瘫痪。要不然往下一点，从腰开始。哎，要不然我们分几个阶段，先从腰开始。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捏碎到你的胸口。
果然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先走这边。黑毛蛇，他们会寄宿在人的身体里边，通过散发的毒素会影响人的神经跟肌肉，所以人会做出各种奇怪的姿势。当他们遇到更好的宿主的时候，就会发起进攻，并试图寄宿在新的宿主身上，所以他们才会攻击我们。简直是彩艳翁啊！这些蛇为什么会在石头里啊？说不定在岩石形成以前，蛇已经在里边了。仔细看，鳞片和蛇皮是新鲜的，这些蛇还有可能是活的。继续走，不能走啊！那些蛇很危险，那些蛇会钻进人身体里，然后把人变成怪物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不要走了！要死你们自己去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些蛇的确很危险，我们来就是找蛇的。吴邪没有告诉你吗？白色粉末不是很金贵吗？他们撒这么多也太奢侈了。他们浪费越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，他这一路撒下来越多，他们剩下的越少。他们是谁啊？汪家人。你确定是汪家人吗？汪家人有什么特征吗？如果有什么特征就好了，我们就不用这么棘手了。黑爷，你说要是真遇到了汪家人，你能打得过他们吗？打人，我是弱项，但是我能跑啊！而且这儿光线这么弱，我有我的优势。
我的腿比你们长，我跑起来你们都发现不了我。亏我叫你声黑爷，原来你就是想利用你这大长腿脚底抹油开溜啊。你要是能跟上我也算我救你一命。行了，你们俩别贫了，找不到离宿谁也别想离开。还有好哥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样。你们都往好处想，那小子生存能力比你跟黎簇强得多。不，言归正传，到时候我带着黎簇先跑，你们都要跟我跟上。嗯。黑爷，你说鸭梨下到这里面了，可是前面那么多岔路口，我们怎么找啊？那么多，两个岔路口而已。你上学的学什么了？其实我学习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学校里学的那些知识到这下面来根本没有用。那是因为你没有活学活用，以后学医吧，你看学医不管去到哪儿学的东西都能用得上。就是别说是在古铜经了，就是在宇宙外，梁医生照样可以给人开个刀接个骨什么的。别说，也许还真行。学医考医学院，以后姐罩着你。想学什么专业呢？内科、外科，要不儿科、妇科比较适合他。不是，我可能比较怕血，当不了万姐那样的白衣天使。你就别娶了我了。那是什么？是甲片吧？想死就尽管摸。等一下，你确定要往这条路走吗？黎簇是从这儿走的吗？过了多长时间了？一天多了。这儿会越来越热闹的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先蓄蓄力。万姐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我哪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他连我的提问都没有回答。走。收口粉的余量不多，可是前面还有这么多岔口。按照我们刚才走过来的路看，这些岔道有可能很多路都是死路。如果我们这样试下去，恐怕很难坚持到最后的位置。这个洞里面也不知道有什么，现在腿也断了，要怎么办啊？这个洞只有七条通道可以通往那个地方。但那小子后背上的七日图已经看不清了，很多地方根本辨不出方位。不如我们派上三队人马去探探路。吴邪想怎么对付王家？吴邪没告诉你怎么走吗？把他放下。王八蛋，疼死我了！腿好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路自己走吧。鸭梨，鸭梨，小屁孩，我看到你了，我听到你声音了，你是不是在前面？走。找我呢，上！小心啊，苏安！等一下，你放过他们。你不是想知道吴邪的计划吗？我全部告诉你。哪个朋友？你以为我们怎么进这古铜经的？哎，老板，你这什么呀？指南针。你这东西挺有意思的，哪儿淘的？嗯，一个朋友送的，他托我帮个忙，这是抽了。那你这朋友挺有眼光。
没跑远，追！没枪啊！我说你跟吴邪是不是挖了那些人的祖坟呢？他们真是玩命，我也真是疯了才回来这。你有这样的觉悟，我很欣赏。你能不能别贫了？赶紧想个办法，找到那两个孩子，我们得赶紧出去。先别激动，脸上的鱼尾纹都出来了。不是吧，这么暗的光线你还戴着眼镜都能看到我的鱼尾纹？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想到了。什么？过来，我们需要一把枪。你神经病啊，在这儿我说哪给你弄枪去啊？我有这个。都停下，小心埋伏，看样子都躲在里面了。出来吧，你们已经无路可走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们老大是会优待俘虏的。就拿这样的小儿科东西，也想吓唬我们？上。
庆祝一下。这是你家啊？跟自个儿家一样，想怎么造怎么造。喝点吧。你自个儿喝吧，叔叔。这些都是你喝的？主人不在，咱就是主人啊。随便啊，自个儿喝多没劲呢。来，你们这儿没有信号，这儿有座机吗？行啊，小子，啊，叔叔陪你玩会儿。哎呀，玩会儿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太生，族名，我说族名叫什么？行，不说你啊，咱说说别人。你们族还有什么人在九门里？说吧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嘴严，啊，这是族规，什么也不说，也没人来救你。甚至他们恨不得你早点死，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族规有一条规矩，就是遇见某种人，你必须要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。见过这个吧？是不是比你的大？你是康巴洛人。当年你们祖先来到我们康巴洛的时候，我们把张家所有的秘密都和他讲了。他回去后，用我们康巴洛人的图做成了图腾，才有了你们的汪家。原本我们希望用你们汪家取代张家，结束张家人的宿命。在你们的祖训里面，你们汪家人见到我们康巴洛人，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我们的命令。说吧，你的族名叫什么？汪灿。哼，汪灿，你藏得很好，只可惜败给了经验，因为你的骨子里永远都是汪家人的做派。讲究，真讲究。来，我得敬你一杯啊！来，敬你一杯。来，妈绑着呢，怎么喝呀？你说这多难受啊！你说坐着喝酒多舒服啊！我们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求你啊，帮我们一忙。你要是办，你就有酒喝；你要不办，后果自负。来，合作愉快啊！先干为敬。
电话一直打不出去。把店长拉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去。该来的就都来吧。咱俩比比，各就位，预备。哎，抢跑了！我
小心啊，苏安！再一个，滚，快滚！小心啊，苏安！殿下，放我他们，你们是？一副好嘴笑，张着小心慌。我想说的是。这些来舍南北去趟过河与桥，傻子也会哭。继续带着他，满身万星显明朝，也不多体谅。反手一挥一勾一掌，我看你啊，哪来年少的幻想，一心向南桥，别来舍别指望美人被你挥舞放，天人间皆几点香，多善良，少年心心碎碎长，何必虚掷心酸的梦，皆是我曾独行路，一路两鬓血雨霜，四十年被十年熬过，命数一粒线，几世之相再见一面。我本桀骜少年身，不幸亏身不幸人，沾尽人间忽恩红，只说为传流浪身，想